1月13日2024大选开票看中天，请锁定中天新闻2024总统立委开票特别报道，下午4点到晚上8点，中天一姐卢秀芳最权威开票，郭正亮、陈凤馨、谢文吉、蔡正元、谢寒冰、黄阳明及时解析。晚上8点到10点，资深主播周玉琴接棒，最新大选开票，郭正亮、赖月谦、谢文吉、蔡正元及时评论。晚上10点到12点，主播张介凡接力，最新大选开票结果，谢文吉、蔡正元、董志森、王尚志、王宏威及时剖析台湾新政局。1月13号最快开票，看中天。